天书阁执剑上仙，人称天下御剑第一尊，其身居于阁内，终日隐心凝气修炼。然观星图，浮生有变，寻天星万物之隐，方知上古妖祸作祟，欲破封印，侵吞灵界，遂乘鹤出山，驱除祸患。大战持续三天三夜，终化星眼剑，使其真化绝技，开阳换虚剑。星剑纵横，宛若白虹贯日，将妖祸斩杀诛灭。后有诗云：昆仑千百丈，晴空一鹤飞，仙道无人尽，踏星三界明。